呢件事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嘅，亦都係香港人即係嘅政治參與入邊好重要嘅一個即係事件啦、起步點啦，同埋一種心態。咁所以係應該要去即係去記得呢個初衷。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兩年之前都覺得學聯嗰個行動係好有意義嘅。咁所以今次係號召一班同行者一起去做呢個行動咯。至於今年咧，就多咗好多其他嘅組織辦六四嘅活動啦。而對於支聯會咧，咁又備受各方嘅批評啦。咁你有咩表達啊？其實我自己去參與關於六四嘅行動，從來都冇去諗係因為要去支持邊個組織嘅。即係當初香港市民1989年嘅時候走上街頭，都唔係為咗去撐支聯會嘅，係為咗六四呢件事，去為咗社會嘅公義，為咗社會嘅進步。咁最緊要係呢份初心咯，所以。咁你會唔會覺得咧，依家分散咗咧，個聚焦嘅力量會係薄弱咗咧？我覺得分散定係統一一個集會，其實呢個唔重要。即大家都要去記得呢樣嘢係最重要。唔該曬。好，唔該。